八。来到阳明山擎天岗大草原踏青，最期待的就是看见牛儿现踪。如果我继续向前走，甚至于如果我走向它的小牛，它就会开始警戒起来。这群牛是来自何方？是有人在这里放牧，或者是野生动物？如何和它们保持最佳距离？10月7日星期一晚间10点，公视我们的岛为您播出《草山牛踪》。